七十五，四个色啊，一下子要把它扣起来先啊。这个呢，下单打困和你要的颜色就好了 ，OK。最近我看到一个明星，他去泰国，哎，泰国不了，他去日本这样子穿很好看，再穿一个布鞋。的配搭 ，OK， 来像主播这样子啊，你可以换布鞋先。其实你搭靴子也是好看的，你要就是说比较有，就是说衬搭起来要比较是稍微复古，然后说比较就是那种比较休闲的，也是可以选择搭那个小，就是说那个。什么短靴也是短靴，对，短靴。上班的话你就搭高跟鞋。记得吗？进来啊，黄飞那个妃子刚刚出来讲话的时候，她是穿了一个这样子线条蓝色的，我很有印象。她坐在那椅子那边穿个牛仔裤，然后穿这样子的线条上衣。OK， 啊，所以先裤子先，所以裤子先拿裤子 LPC 八十九，价钱是七十，价钱是七十五，四个色啊。这个 OK， 这个是 pink color。这个是 powder blue， 它是浅浅的灰蓝灰蓝这样子啊。再来就是黑色，还有我身上的是 sand beige 啊，四个色。OK， 裤子它是属于一个裤子这样子的长度啊，非常韩系日系的那个版型就对了。我身上穿的这个是 sand beige 啊，左右两侧有口袋啊，口袋是方形的，前面来穿的时候是前面拉链加加这个扣啊，它不是纽扣，前面拉链加扣，然后后面裤头整件是这样子有 rubber elastic 的，然后穿了微松的话一样可以选择绑带，有绑带的耳朵。裤脚这边呢它是这样子有翻折的款式，整体它裤管呢是属于一个直筒宽裤脚直筒啊，所以你穿起来 overall 穿起来它有点像裤裙的版型这样子。 OK， 我现在身上穿的是 sand beige， 所以想要整体穿起来比较韩系日系的，带着我身上这个 sand beige 吧，配搭我这一件上衣是非常好看的。说这个款式啊 LPC 89，你整体要比较日系的配搭风格，带着主播身上这个 sand beige 哈。来转后面，后面裤头是 rubber elastic 的 overall 穿在我身上，身高162啊，它的长度是在脚踝上一点点，它不是属于 full length 啊，不是 full length， 它就是属于这样子 culottes 版型就对了。for 那些想要不想穿太不想穿长裤，然后想要穿起来比较宽松的，这个吧带走，因为毕竟它是属于一个这样子 flare 的版型。OK， 这个是 sand beige， 来我去换好的 blue 给你看先。所以说，这一件呢，我们件腰到78，然后臀部可以到104 ，OK， 78104。所以你看我穿腰是贴，当然穿在我身上呢，你说拉伸还有空间吗？不多啊，还有一点点，还是可以能接受，比我穿的来稍微比较贴一点点，多个一二 cm 还是可以的。所以说，这个款式只要你腰穿到臀部，不是有很大的问题。这种它的风格就是那种非常慵懒风的，比较松弛感的配搭风。所以说这个裤子肯定说我找它这个面料啊，我是放 cotton 的，是吗？ cotton OK， 它的面料是属于微弹啊，微弹的面料。OK， 你的腰穿到啊，臀部不会有很大的问题啊。显瘦的话就是我身上这个黑色哈。想要穿的比较休闲的，可以像助理这样子配搭背心，小背心是搭得到。然后想要穿的比较端庄一点的，可以像我这样子配搭这件有袖子的，整体的味道啊，穿出来是不一样的。OK， 所以它带出来的感觉啊，对是不一样哈。OK， 这个来主播就搭一个属于一个中袖的上衣哈。我现在是换了 powder blue 啊，它是属于浅浅的那个粉蓝色就对了，带一点点。一些镜头会觉得它是银色 ，OK， 来，要主播身上这个啊 ，OK， powder blue 啊，它比较偏多是带蓝啊，一些灯光都会带银色，浅银色，很浅很浅的蓝就对了 ，OK， 有口袋，左右两侧口袋是方形的 ，overall 穿起来属于一个中高腰的那个腰间那边是属于一个中高腰，后面是 rubber elastic 的 ，OK， 然后裤脚这边是属于这样子宽的直筒裤脚啊，然后这边啊像一样是有折的啊。左右两侧有这样细的打折 ，OK， 后面整个 rubber elastic， 这件的好处呢，就是你穿的时候可以拉链打开，这样子套起来，相比那些只是没有拉链的，可能你穿的时候就比较麻烦，这个呢就不会啊开拉链，裤脚的折是定位在那一边了的，想要显白的来，显白可能说你这样子的，我衬布鞋了，你再配合刚才那个背心啊，衬布鞋这件非常好看。因为就是属于一个比较慵懒风、比较休闲的版型，就看你们自己怎么配搭吧。下班裤、鞋子怎么配搭 ？OK？ 可能上班的话，你就可以搭一个平底鞋。我觉得平底鞋会比这个裤子来的更加的搭。OK， 好的，来我去换。
先换黑色给你们看先。最显瘦的颜色就不用多说了，一定是黑色 ，OK。比较经典的颜色也会是，应该这么说了，这个款式啊，我就建议你们拿这些比较粉色系的，因为黑色的话就属于一个比较大众的颜色，每个款都会有的。这个是全新的款式啊，之前完全没有过的，面料是跟以往那种宽松那种西装裤面料是微微的不一样啊 ，OK， 它的面料是跟以往，我们之前有一个裙子是这样子的面料 ，OK， 它跟那些棉紧西装裤啊、罗马是不一样的就对了 ，OK， 我现在身上换了黑色，长度 overall 穿在我身上就属于一个到脚踝上一点点，属于一个也是属于一个大气的长度了 ，OK， 有口袋。显瘦的话带走我身上这个黑色，对啦，所以说这个款式如果你要比较显瘦的颜色啊，就是主播身上这个黑色，对的，来我去换粉色给你们看先。我觉得它跟刚才那个小背心的粉色非常的搭，所以我要搭配那件小背心。来粉配回刚才那个小背心，非常的搭。去旅行 ，OK， 休闲天气热这样子穿非常舒服。背心配这件裤子啊，这一件裤子呢建议 SM 的顾客穿 ，OK， 建议 S 和 M 的顾客穿。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个 Dusty Pink， 我配搭回刚才Pink 配搭回刚才这个 Dusty Pink 的裤子。就说粉色整体啊，戴起来是比较女人味，也比较有种活力的感觉哈。所以说，如果说你看粉跟黑来比较哈，一样哈，就是你比较起来，你会先看到主播，因为它整体看起来会属于比较柔。然后这个粉是不挑年龄的粉啊，它是属于一个比较柔润的粉色。所以说，要比较就是说，你是说觉得你要比较时尚的话，我建议你戴着粉色。那你说显瘦比较好，那肯定就是黑色哈。OK， 四个色，这是 LPC 89，价钱只是75。B 三，这个是浅浅的 powder blue， 黑色。OK， 黑色。再来，想要比较韩系日系的话，就有这个sand beige， 还有比较女人味的话，就有这个粉色，这是 LPC 89。OK， 没有的话我就换下一个款。点灯了吗？7:45，休息啊。来，我们休息，大概8点这样啊。8点，给我们休息15分钟啊，因为我们马拉松了今天。8点这样到。对了 ，OK。